一点点押送投递之前，他来照顾我，因为你姑父不同意，所以我就没去找你。你弟弟他让我交给你一个密码，是你的生日，里面放着一个都姑姑都姑姑姑姑司长，他说了吗？那个死老头子，我好说歹说，他也不告诉我。要不是大乔的秘密，我真想杀了他。给他用刑，不怕他不招。这种估计到骨子里的人，用刑是没用的。更何况你杀了他妻子。何爷，嗨，告诉刘师长，进去联系蝙蝠啊，让他把大乔密码送过来，否则他和他的人。嗨，团长。上面来了情报，松田这几天严密地检查了机枪大桥的防护，随时都可能坐专机离开。可是现在炸机场的事情还没有任何进展，真是急死人了。哎，海文呢？谁？董海文？又出去侦查了？刚走。哼，自打从天津一回来，他满脑子装的都是杀松田报仇，天天往机场里钻，也不知道他能看出个啥兆头。我相信他，只要他认准的事情，肯定能想出办法。哎，我可不等他啊！炸大桥，我一天都等不下去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大桥的密码已经有了，潜水用的氧气瓶也有了，还有上边的批示，咱们还等什么呢？啊！我马上派人开始行动。能不能等海文回来商量商量再说呀？说了半天，你还是不相信我相信他啊？你怎么那么咄咄逼人呢？我忙着呢。大小姐，好久没看你穿这套衣服了，还想耍赖？你到底想跟着我去侦查呢，还是想给你哥哥当大尾巴狼啊？哪个都不是，我就是胆小没见过飞机，我想去看看就行了。行，跟我走吧，但我得说好啊，机场是鬼子窝，到那儿不许乱说乱动，要听话，明白吗？不止你一个人吧。都跟着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。哎，你不是没见过飞机吗？那就是松田的飞机。不是说飞机长得像乌鸦吗？这怎么跟一片虎似的？就知道你不是专门来看飞机的。别臭美了，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呢？姑奶奶，我是怕。巡逻队每四小时换一班岗。你记这个干什么呀？咱们是来干什么的？
这种叫做侦查敌情，侦查敌情就是来收集数据的，懂吗？又教训人，就你懂得多。凭我本事的好。水信機のオールシールが漏れてる。お前に何回言ったのに、なんで交換したの？倉庫に行ったけど在庫がないと言った。お前バカか。これから何もしないで、そう込めるだけでいい。覚えろ、我らの仕事は失敗許さ。你在这盯着，我跟着那家伙。哎，小心点啊！放心。你还真要去啊？这么大的事我不去，还等着董海文那小子出风头啊？他在独立团的威信已经够可怕的了。可董海文的装置靠得住吗？大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您要么是被淹死，要么您是冒出水面被日本人给打死。他要是对自己的装置没把握，他能嚷嚷着自己干嘛？万事没有绝对，你这是一个人深入虎穴啊！不怕，大哥死不了。不行，我带几个兄弟跟你一块去。哎呀，你去干嘛呀？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，多几个兄弟好配合。进来。怎么，来给我送行了？刚才韩风的话我都听到了，你真的决定了？你说呢？我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？好，我和徐冰三会带队埋伏在周围，掩护你们撤退。掩护？这鬼子在桥上桥下可有重兵把守啊！你放心，就算拼了性命，也会接你们撤下来。如果你被发现的话，我会带兵去救你。这鬼子的兵力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啊！如果我被发现了，别管我。你得活着。你心里的那个牢笼，是不是已经被打开了？你是想打败老方和我心里的牢笼，还是因为真的爱我？都有。思琴，我要是死了，回不来了，你就别管我，好好的过你的日子。可是如果我要是回来的话，你答应我，你要跟我。这柱子是大小我娘套在我手上的，现在归你了。
你别说，去了那么多次机场，今天是最有收获的。那是因为我也去了，我这个人是个福将，跟我在一起啊，不管干什么都能成功。你吹吧你，牛都被你吹死了。那是因为你跟我在一起，这叫傻人撞大运。再见。哎，董海文，你这张嘴不损人，你难受是不是？笑什么笑？还不快通知开会！是。我和韩营长把即将大桥又重新的侦查了一遍。自从松田亲自检查了大桥的房屋之后，小藤俊可能是挨了骂，把大桥围的是一个铁桶一般，地面沿江的巡逻部队呢，没日没夜的巡逻。这个即将大桥啊，是连接华北的重要干线，独立团再有更大的困难，要把它给炸了，给松田一点颜色看看。参谋长，谈谈你对机场的侦查情况。机场戒备森严，巡逻和换岗的时间我都已经摸清楚了。我发现在换岗的间隙是日军哨兵警惕性最低的时候，所以我打算就利用这个空档化妆进去，在专机上安置炸药。你以为日本人的机场是车马店呢？啊，想进就进。我跟踪了一个机场地形，我发现他有一个习惯，总爱和自己的一个老乡去机场外的小镇上喝酒。我偷听过他们的谈话，北方口音很重，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。报告，几点？报。冈村宁次电令松田，立刻实施对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计划。松田会在明天晚上乘专机从桐江飞往山海关。明天晚上，这时间有点紧呢，不如先把大桥给炸了，没准还能拖住松田这个狗日的，给暗杀争取点时间。炸大桥你有把握吗？小藤俊现在派重兵把守，而且戒备比以前更加森严，万一我们暴露，很有可能成为敌人水中的靶子。我有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。什么办法？你们想，小藤俊最担心的是松田的安危，只有在机场暗杀松田，才能吸引小藤俊前来增援。如果可以这样的话，那么大桥兵力空虚，正好掩护古团长炸桥。这的确是个好办法。好啊，搂草打兔子，两个都不丢啊。小藤，把脚低上，别插话，让参谋长说完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松田上飞机，一定要让小藤俊感觉到威胁前来增援。所以我制作了定时炸弹，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。如果早了松田没来，炸不死他；如果晚了松田走了，引不来小藤俊。所以现在最重要的，一定要确定松田登飞机的准确时间。哎，你这也太难了点吧。好，按照参谋长的思路再出点主意。惠子。哎，文哥，哥，你是来告诉我炸大桥的情况的？大桥还没炸，你父亲把大桥看守得很严，我们无法下手。惠子，我在日本的时候对北海道的情况不是很了解，你能向我介绍一下那边的风土人情吗？你怎么突然对这个感兴趣了？和你说实话吧，纪章机场有一个机械师，好像是北海道人，经常出来喝酒，我想接近他，套取一些情报。我希望你能帮我。这个，我对不起。我知道你夹在我和你父亲中间左右为难，但这件事情跟你父亲没有关系的。我真的希望你能帮我。好吧，看你这么为难，算了。你等一下。哦，是啊，将军今天晚上会见桐江市桐商，明天上午视察桐江冶炼厂。随时报告战争的行踪。是。哎，你
是安全不错，咱们随时都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すみません。僕は連帯の者です。一緒に酒一杯よろしいですか。どうぞ。はい。ジジャン空港の勤務員、コノです。こんにちは。僕は03空港の佐々木です。よろしく。こんにちは。河田です。名前で北海道の人ですか。あ、そう。あなたは。東京だ。これは東京だ。僕は札幌生まれです。マジ？いっぱい飲みましょう。北海道の東京となかなか会えないですね。はい、もう一杯。戦争終わったら国帰ったら北海道まだ会いましょうよ。おっす。はい、もう一杯。听说你抓了两个舌头啊，为啥管那个俘虏叫舌头呀？哎，行了，别添乱，没工夫跟你扯闲篇。秀美，我白跟你忙活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跟你说话就是扯闲篇，你们俩扯正篇吧。哎，小凤，行了，别管他，一会儿就没事。我已经把佐佐木单独关押了，现在我们要抓紧时间对付这个即将机场的小野。专机起飞的时间套出来了吗？他口风很紧，喝醉了都不说实话。而且以我对日本人的了解，这些军人受了军国主义的教育，中毒很深，死不投降，一般让他们开口会很难。那怎么办？宋天今天晚上就走了，古团长炸桥的爆破队也准备好了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进入机场的通行证我已经拿到手了，我还拿到了佐佐木的工作证，接下来只有让惠子帮个忙了。惠子，他肯帮我们吗？他和我们一样痛恨这场战争，除了涉及到他父亲的问题，别的忙我想他应该会帮的。好，那就让他去试试看吧。什么？战争今晚就要起飞？好的，里面机长检查所有地勤人员和外出情况。こんにちは。君は日本人？あなたも捕まれたのか？ここに入って長かったです。東京から知事に会いに来たのですよ。君の父親もここに？東京で任職してます。琴恵子です。琴恵子？もしかしたら琴事情の娘？私の身分はまだバレてないです。あ、失礼失礼。座って。はい。あの、どう捕まえたの？今でも頭が痛い。林山空港の佐々木と飲んだことしか覚えてない。その後日本の同行が来て一緒に飲んで、最後酔っ払って何も覚えてない。あの、何か手伝う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な？助け出せますか？ありえない。外は全部彼らの人です。変なことですが、僕を捕まえて通行証を取った。多分空港は目標だと思います。マスター証拠の専用機に不利だ。絶対専用機に手を出すから。空
空港に知らせてもらえますか？私？うん。やってみます。長かったので、あんまり私のこと気にしないから、ずっと逃げたかった。もし外に逃げたら、あなたを助けいたします。僕の方は問題ないよ。何よりも空港に知らせ、褒美を準備し、そう、必ず夜8時前に知らせ。絶対覚えて。好，我们就在这儿兵分两路，晚上八点把即将大桥和机场的炸弹同时引爆，我们杀小鬼子一个措手不及，两地开花。是，兄弟们，走。走吧。好，等等。为什么暗杀松田的行动不让我参加？没为什么，这是我决定的。你这是公报私仇。你说什么？你给我说清楚。胡振堂，你少跟我装蒜。你的兄弟段江龙是我杀的，我还怀疑你的人，你说呢？徐副团长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这件事情是我和古团长商量之后决定的。现在独立团的兵力都调到了外面，独立团内务空虚，也需要加强防备，你的责任也不小。好了，执行任务，独立团就交给你了。走。什么？小野吉介喜还没有归队？他这个人就是有点毛病，一天三顿酒，过去也是这样。估计可以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请派人取消。另外，机长实行严格检查。三长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吧？现在松田将军收到了冈村将军的命令，在华北平原实行扫荡。少官。杀官，长官的三官长子，他已经成为了八路的头号敌人，八路的最大参谋了。万一他身上出现意外，我们都活不成了。刚换了啊，我去了。小心啊，不行就跑，我掩护你。放心，我一会儿还要跟你回来，一起看松田被杀得粉身碎骨呢。好了。怎么嘞？自购中。通常なんで我らの都合上あるのか。僕は林山空港の佐々木です。小野君に飛行機の修理を頼まれた。小野君はどこに？もう呼ばらって過ぎて彼を寄せてくるのか。あいつは時間内に戻ってこなかったため事情命令した。空港すべて改元し誰も出入りできません。小野君は向こうにいるなら一緒に彼を迎えに行ってくる。いいよ。僕に言いつけたけど、将軍の専用機の推薦機問題がある。交換しないと。8時出発なので、もし事故あったら、私何も責任持たないよ。小野子の助手に電話しろ。すぐ来いって。はい。言っとくよ。手伝いに来たんだ。もし小野君の同郷でなければ、僕にここに来るわけない。佐々木さんですか？先生があなたことをよく言い出す。君、堀？よく君のことを言い出す。先生を釣って待ちます。双方からもらったオイルシールです。届いたばかり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。
帰っていい。什么？那个少爷醉倒在别人家里？民商局站的周总。喂，雷木，马上查查有没有这个人。哎，哎，啊！这个周总啊，后来把这全家抓进已经监禁了，那还等什么？马上派人看紧他！站长，查过了，林山机场的确有周总这个，是个机械师，但是现在不在班上。不行，这太巧合了。我要带人赶到机场，我有不好的用。那我们现在就取消今天晚上飞机的起飞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山军的新战机，你我能改变了吗？我们只是怀疑，万一没有事怎么办？嗯，你给我定睛打草，我去机场。嗨，手伝って開けて。はい。今日のメンジ取ってくれ。はい。よし、できた。どうかしたのだ。小野君でなければ事故に遭うかも。待って、まだ離れません。専用機が出発したら行ってもよい。バカ、なんでそんなこと。すみません、これは次長の命令です。誰が彼をちゃんと面倒を見て。どうぞ。三哥，一开枪，咱们整个计划就暴露了。部屋で休んでください。いいよ、ここで待つよ。我估计这会儿啊，小藤军已经赶往机场了，大小的兵力空虚，怎么样，行动吧。再等等，安全起见，还是等天完全黑下来再行动。这里边的氧气足够支撑从这儿到桥底下几百米的潜水，大家注意了，越是到桥下，鬼子的防范越严，探照灯就会越来越亮，不到桥下绝对不能露头。当你在水下摸到桥墩的时候，才能把它露出来，大家注意。
千万千万注意柜子的探照灯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等等，如果发生意外，立刻潜入水底，我们会在岸上用火力掩护你们。好，兄弟们，目标前方，大桥的心脏，第四个桥墩，上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是怕，也得怕回来。放心吧，走了。警察，一定要小心。接到电话，即将大桥被炸毁。
藤机。我们中了东海关闪光机械的计。谢报告，上报关东军司令部。是。刚才谢谢你啊。我应该谢谢你，是你救了我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跟你父亲？我收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我父亲有难。那那张纸条呢？我跑出来的时候扔掉了。怎么了，海伦哥哥？没怎么，先回去吧。参谋长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参谋长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邓家达，你可回来了，吓死我了。你小子怎么回来的？对不起，让大家担心了。他怎么也跟着回来了？啊，是他掩护我回来的，可他也偷偷去给日本人报信。你能听得懂中国话吗？会一点。那好，你先去休息吧，还是上司领你帮助。海文，你也去休息吧。好吧。你参谋长，你让开，副团长，他不是特务。他给鬼子报信还不是特务？让开！徐副团长，把剑放下，放下！连你也护着他。同志们，他叫小藤惠子，是小藤俊的女儿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可是他手上没有沾过中国人的血。是，就算他没有沾满中国人的血，可是他刚刚放走了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鬼子将军，放走了一个凶狠残暴的杀人魔头。小藤俊发现反应堆和他去阻止没有关系，也许在他去阻止之前，小藤俊已经知道了。董海文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护着一个日本女人，你不害臊？我要是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打死，那才叫害臊。同志们，许副团长说了没错，她就是小藤俊的女儿。我还要告诉大家，她还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也是我大学时候最好的朋友。同志们，她终于承认了，怪不得你一直护着，原来你们之间有这么一段渊源。没错，我不止和他，而且和他的父亲也有过一段很深的友谊。不是罕见吗？但是我分得清好坏。他的父亲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会不遗余力的和他对抗到底。但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女孩，这一点我可以向大家保证。各位，以前因为我父亲身份的问题，你们怀疑过我，甚至看不起我，但是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生生死死，我想我们彼此之间应该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任。如果今天你们信得过我，那就请放过他。我董海文可以以任何代价为我今天所做的决定而负责。参谋长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可能活着从大雪山走出来。我相信你。我相信你。参谋长，我也相信你。我们都相信你。